韩国瑜来了，像是回归主场，陪着张立善菜市场扫街，反倒成了主角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放松放松放松。明明是选高雄市长，但来到云林站台，人气更旺。妈妈们抢着握手、卡位拍照，还有人说坐在电视上看到他啊，是是是，本人很帅，本人很帅哈，对对，很坦白啦，一笑没败的对吧？一笑没败，100%。韩国瑜身为云林女婿外加北农前总经理的身份背景，和农民菜贩自然站在一块，也因此成了云林县各参选人的活招牌。不仅竞选广告刊板合照都是他，连扫街拜票也要搭上韩国瑜。不会吃醋啊？不会啊，因为他们都跟我讲说，哎，是不是跟他合照？我说没有关系啊，因为都是自己人啊。来看立善，这次的选情，我也觉得他一直不停的力争上游，倒吃甘蔗，选情越来越好。拜票浮选不见过往的蓝营大咖，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反倒成了金字招牌，期待鱼帮水，水帮鱼，制造双赢。杰伦斌云林报道。